社长说你很清新又很智慧，代言这个电冰箱越卖越好，你怎么说？就刚刚有说，就是跟他们的产品非常符合，所以我想他是在呼应，就是电冰箱非常智慧功能的这个部分。因为的确我家现在就是三米电力的冰箱，然后那个智慧面板，我觉得你说很有趣。怎么说比你聪明的感觉？就比如说要解冻，那你就放在那个微冻室，你就觉得非常好奇。微冻，对，微冻。这样，所以在家里面自己会开火，然后跟老公一起下厨之类的嘛。偶尔，享受一起享受一下家电的活动，然后又可以增进自己感情。对，我觉得是要帮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，然后它是提醒又让你安心，就是自己就自己事情做家事的热情被重视。对，那这个家事当然不单只是指烹饪这方面，包括清扫啦，然后整理啦。换家具、家电的摆设位置，也可以增加一些情绪。我觉得这部分真的还蛮奇妙的。所以老公会帮忙，就是打扫家具。目前他比较常在美国嘛，所以美国那部分他多带一些。最近在忙什么？接下来会有两部电影陆续要上映，所以可能就是会先做一些杂志的宣传跟上街节目，也是为了promote。对，然后新戏快开拍了。疫情之前三月十四要情人节了，自己有什么样的规划，给老公惊喜之类的吗？这个情人节定义好像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我还是乖乖过二月十四。很多小孩的照片，是不是有关系？其实那只是看了听了一阵广播，觉得突然对亲子教育很有感。那我觉得这是不管哪一个年龄层的人都有可能会遇到的问题，因为我们都有父母，那也许会有，有些人也许会选择要小孩。那我觉得不管是也许父母或是孩子的角色，应该都要很清楚这样子的状态，才会避免一些伤害或问题发生。现在会是后续什么做准备？就是未来。其实从我觉得就是先把自己顾好吧，还有那个很好的状态去。但身为人家的子女，也要知道父母也是如何才会到这之后如何，就知道那个情况，很多事情都是释然。增加一下感情，为了庆祝就吃了外汇，对，就很休息，不用特别做太多家事。因为之前说不会特别要求老公送礼，所以是特别勤俭持家让人气嘛。也不是，其实的确有些东西够用了就好，其实不会特别想要再要的礼物。好朋友胡歌去竞选，有没有给他就是一些什么样的建议？就好好去寻找自己啊，因为我自己去念书那一年，我觉得被当一般人看很好，对，享受应有的，我觉得就是正常的程序，甚至是也许不同那种，会遭遇到一些歧视，可是让你会更有同理心的去面对，也许之后有类似的遭遇的角色，我觉得都很好。所以他那时候下定这个决心的时候，有跟你讨论一些请教你。没有啊，就是我要，就是也要跟你做什么样的决定？我说哦，很好啊。所以之前念书有被歧视过，是不是？我觉得难免吧，就是一直都存在的，可能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黄毛鸭子、麻人的小女孩，所以可能就会有些不耐，或者是有遇到什么样的事件吗？让你印象比较深刻？我觉得都还好吧，其实比如说也许说人家老婆过马路，你想去什么谈婚，他心里都管是不是？对啊，好，那如果大家还要继续聊的话，我们最近有准备这个联访桌，这边我们是不是请媒体朋友们那一层帮我们移架一下？